好，那欢迎回来。那今天的胜者组的比赛就是杰栋要对阵的是 Sapi。 我们首先看一下终点位啊，这边红色的虫族选手就是 Sapi。 Sapi 这上来要干嘛？这次不会打过硬吧？蓝色的虫族选手就是杰栋啊，杰栋慢狗开。他这个的确是个 all in 的开局啊，因为我感觉他要 all in 啊。对，他那个农民过去就是为了在一个解冻不知道的一个视野外造个地堡的，然后狗过去之后直接 all in 一波。但解冻是一个慢狗开，他这个农民过去 慢狗可以不 all in 了呀，看到没基地直接就算了，我估计就算了、啊、他先上去看一眼，看到没基地啊就算了，走了呀，不要想了呀。细节不错，如果你是裸双我就 all in， 所有的 timing 都是算过的。嗯，这样的话其实亏是亏，但是不是亏太多。但是这个就是会打比赛啊，如果你是裸双，我就 all in 干死你，对吧？没有，不是会打比赛，这个是解冻稳。不是，我说 Sapi 会打比赛啊。Sapi 真的蛮会打比赛的，这个细节做得很好。Sapi 一直在干扰解冻啊，不让他开矿。Sapi 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刘柯南。刘柯南呐、啊他姓刘啊、他姓刘，然后英文的柯南。而且 Sapi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运营细节啊，他是看到了你没有裸装之后是直接选择了补农民，三个卵全部出那个出农民，这样的话这样一来其实农民差距不会很大。对，而且还可以偷你个房子，因为他的这个女皇啊比你想的要快。对，Sapi 这个打法让杰栋好像有点不适应。这个房子应该死不了，应该死不了，死不了，死了，因为他四条狗也过来可以保护一下，而且本来房子往下飞，你要走下来也打不到。这样打的话，我感觉 Sapi 也没有亏，没有亏，虽然不赚，但没有亏多少。对，好，操作不错哦，有点冲动，我觉得解冻是想看你有没有气矿。没看到，没看到的话，对解冻来说，解冻现在就很迷茫，他肯定还是要防守一下。他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进攻，一个选择防守。一般来说，他会选择防守，毕竟他没有看到你气矿是什么情况，所以说不知道自己的科技啊慢对手多少。来看一看吧，这边 Sapi 两条狗也要上去侦查。Sapi 利用自己的一个智力啊。把自己不利的局面搬了回来。对， Sapi 的 ZVZ 基本功其实也是挺好的。对的，他就打得太死板了。其实他打的他就打基本功的，你发现没有吗？他其实就是打基本功的啊，你看到没有，要造地堡了呀，毒包虫草。好，这边 Sapi 也是没有看到解冻的一个情况，其实双方其实都有点虚，这个时候都不知道双方要干嘛。我来看看视野啊，视野什么都没看到，连毒包虫巢都没看到啊。这波解冻应该能看到了，他肯定要上去了。Sapi 被迫抱了一波狗，解冻也抱了一波狗，解冻可能要压制吧。Sapi 直接开个二基地给你看，我就抱波狗开跳二本，这怎么样嘛？农民在被偷，这边被偷的有点伤哦。偷两个，关键拉了一次，有点烦啊。好，Sapi狗说好了，直接反压一波，跳了个二本给你看。杰栋这边他不会打狗毒爆一波了吧？他觉得你跳二本？不，他不会打狗毒爆，但是他会去压制你。他又补了十条狗好吗？他这个不是一波嘛？他有钱，他就算变了波毒爆，他也有钱去开三矿的。说白了就是开压制的同时开三矿。他要干啊！他要干。杰栋又补了二十条狗，他就觉得你敢在我脸上拍这个二本，太嚣张了。啊、这个女王打得非常好啊！他补了二七，他杰栋往死里干了，他补了二七往死里干了，他主要是要等啊，他要等后面的狗配合着自己的毒爆直接打一波，他觉得他打得穿。看毒爆！哎呀，这两个毒爆没有打到任何的东西。这样的话，这里看这两个毒爆能不能把地堡给撞掉？下面还有两个新地堡了，有两个新地堡。为什么要撞那个嘛？马上两个新地堡好了，这是打不进去的呀。对 ，Sapi 的这个防守做得很好啊。杰栋这边为自己的这一次莽撞啊，付出了一些代价。现在的跳二本有点晚了。
好，萨比顺势可以放飞龙塔了，这个时候。对，飞龙塔一放，然后自己三基地一开，这样的话整个科技是领先一个身位啊。嗯，现在其实对于沙皮来说就是我农民补到差不多我就开始爆狗，我不停的去压你这个三矿，但你这个矿开的很不爽，我觉得我不开三矿了我无所谓的。杰顿在农民数量上面有还落后一个，刚刚落后，三补了一波农民，刚才是优势的，这波农民补起来了，但这样的话也预示萨皮比杰东少了一波卵。嗯，其实这个时候就是看萨皮是属于那种进攻型的，属于防守型的。他如果属于进攻型的话，他这个时候其实应该全力的去爆狗，而不是在补农民。对，差不多了，因为你两矿农民其实已经饱和了，你现在在三矿好之前，你都没有必要补农民，就等于要被解冻牵着鼻子走啊。对。就是你在三矿好之前你都没有必要补农民的。解冻说真的他的这狗送的也有点送的有点多了。送多了，他主要是可能是想进来看一下你的科技的进度。看到飞龙塔已经好了，我们看解冻怎么防啊。解冻家里面出了蟑螂，这个时候只能被迫的防守了。他这波打完之后啊，他这波狗送完之后解冻就很被动。嗯，被狗牵制住，现在要出蟑螂去防守这波。好，解冻这波农民过去，我们看过去之后怎么样去补防空。刚才他是计算了一下你的整个的这个科技的一个进度，家里面直接感染虫巢，防空打到现在还不下吗？他要靠纯女皇来防吗？哎，不可能，他肯定要下防空的，至少主矿肯定要下一个，主矿一个，我觉得路口应该还有一个，然后三矿一个，这至少是三个防空下去了。出感染虫打飞龙靠谱吗？我觉得不靠谱吧，不太靠谱。他有可能要打算防守，然后有了感染虫之后选择一个虫洞一波，这个是靠谱的。嗯、不停的用女王来对空，这个是靠谱的。你说虫洞一波是靠谱的，纯的蟑螂加上感染虫，这个一点都不靠谱。对，这路口这个防空修晚了之后，我们看这个飞龙啊已经贴过来了，完了路口这个防空起不了。杰冻现在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反压呀，把飞龙牵制回去，被迫。萨皮这边也一定要回去，这边有点迟疑啊，导致这波蟑螂走的有点远，这个三矿可能要掉呀。嗯，补多了我就，而且农民也补多了，他太贪了，刚才不应该把他不打那个防空就回来了，直接就应该回来的。这波如果基地掉了就尴尬了，杰冻就优势了，基地掉了。刚才那波直接回来之后，然后补后面补波狗，完爆解冻这波兵的。对，他的飞龙数量大，解冻也没点基地，解冻也失误了吧？点了。现在点有点来不及了。对，来不及。刚才有点失误，他应该先把基地点了再说。嗯，没有，我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我沙皮简直就是艺高人胆大呀！直接三本都跳，不是沙皮三本都跳一半，那是什么意思吗？出大龙呀！我靠，这个打法有点飘呀！是呀，沙皮，我告诉你，简直艺高人胆大，他已经精益计算，这波蟑螂不可能把我的都毛，哼，不，妈的，他点基地就掉了好吗？没有，他现在守住了，你只能吹呀！我靠，你怎么办嘛？这种吹不下去的呀！哎，解冻这女皇送的有点多，两个满血的能量的被沙皮点了。对，好，解冻这一盘。估计要贵了，这波飞龙就要牵，到处都是漏洞，对，牵制成这样真的没办法了。好了，这一波打完之后，有感染虫又能如何？对，被飞龙到处搞啊，关键是大龙一会儿要出来了。解冻，关键解冻，他也领悟了魔鬼的扭动。感染虫你定好了，你定四条，我在这边还可以点你一会儿农民的。关键你定这四条龙，你要损失。哎呦，没定到魔鬼的扭动。你为了定四条龙费了三把定，死了13个农民。现在扎比开开心心啊，飞龙继续搞你。大龙塔已经变了一半了。好，又没定住，太尴尬了。这个扭动的好不好？扭的有点好啊，这个沙皮这个操作不错。现在杰顿怎么打呀？我觉得打到这个局势没得打了。
是没打了，他只能依靠他埋，应该有埋地吧？还没有埋地。不，你有埋地又怎么样？马上大龙现身呢。对呀、啊，就埋地，然后拼一枪呀。萨皮现在各种插管子，他就是怕你反打。他飞龙继续的牵制，杰顿这波小狗，哎，没跑送，他可估计都不知道对手开了黄金矿吧？嗯。他完全不知道对手开了黄金矿。萨皮在藏自己的腐化啊，他在藏腐化，他不想让对手知道他在跳大龙。看到了，看到了，知道也无所谓了。这八个大龙一变，解冻拿命去挡。解冻现在想出刺蛇，萨皮的大龙已经来造了。这大龙的数量一会儿比刺蛇还多啊。可能解冻现在想的是用感染虫啊去定，然后感染虫丢蛋。感染虫定不住大龙的，现在、啊、定不住了吗？早就定不住了，改了好久了。我从来没有用感染虫去定大龙，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愚蠢的做法。因为你定上去大龙可以跑的，我关键以前是可以定感染虫定大龙是很愚蠢的，你知道吗？嗯，你看大龙身上其实是有一个叫做狂暴的这个技能的，你看到没有吗？它是对这个缓速、昏迷和心灵控制有这个什么免疫效果什么的。好了好了，这波战狼又送飞龙有点多啊，飞龙现在对现在其实解冻想反出飞龙，这个你反出飞龙怎么可能出得过沙皮嘛？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他可能想反出腐化，我估计是出腐化也行，出腐化然后把飞龙定住，先吃一波飞龙，然后再慢慢去解决大龙，这个想法是很美好的，但他的气体有点不够。萨皮现在就不停的穿狗，杰冻一点办法都没有，正面想出来吃萨皮的兵，但萨皮不跟你打呀，我大龙来了再跟你打。萨皮这个凌波微步用的有点好呀。对，小狗各种穿啊，穿的杰冻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正面被迫要交战了。那个点了一个，但你点一个你是要付出的损失很大呀。对，你这刺蛇一顶上就死。大龙第一次输出来这个小虫子没有爆开之前，这次攻击力是非常高的。对。是大龙的正常的一个攻击，22点攻，我们看到小虫子爆出来之后反而攻击力不是很多。这小狗已经穿着马了，杰冻死了24个农民。这萨皮不攻是什么意思吗？哎呀，人家享受胜利的快感了，享受胜利的果实啊！快快快，来冲来冲，杰冻快来冲！他这个时候想的是，杰冻应该自杀性冲一波，可能就 GG 了。杰冻现在估计自己打的都有点郁闷，对，怎么会打成这样呢？还是为自己前期的这次压制、啊、付出了一个惨痛的代价。嗯，中期的防守也没防好。前期在小狗和毒豹的一个博弈上，的确沙皮要略胜一筹啊。对，沙皮这边各种电大龙贴上来，哎，你站不站？你不站是吧？你不站你就被我白打。关于解冻，我也没看他，又家里面又在被搞，又萨皮这个狗穿的有点好啊，又死了13农民还不够，他从哪里穿过去的？龙他也要被咬爆，这太尴尬了，这个被龙塔应该要爆了，我这个享受胜利果实有点爽啊，没爆，哎，他是不是这种享受的过程很爽？这个时候，对的，好，解冻这边是分开来了一波。感染虫最后的一击，这种大龙都起点了，你告诉我怎么输得了、啊、这种比赛、啊、他用腐化去偷大龙，然后这啊哎呀进去看到那么多飞龙，腐化连飞龙都打不过，直接 GG 要萨皮1-0的嘛，是呀、啊、第二张图什么图？第二张地图我看一下，第二张地图是失败的远征。嗯，其实我非常想沙皮能够获胜，为什么呢？哎呀，怎么说，到底也是华人好吗？我们要支持一下，对不对？牛 TV 水友，龙的传人，牛 TV 水友，不要这么说好不好？关键是妈的，他赢了之后，那个法国佬就不可能赢解冻。你确定吗？我确定呀。我感觉法国佬打得有点好呀。解冻呢？哦，来了。
Caster 也来了。解冻，沙皮先调好啊。好，好，你问一下英文解说 OK 了没有？他们 OK 了 ，Go OK 了对吧 ？Go Go Go！ 第二场比赛啊，第二场比赛，我们来看看解冻第二场比赛。你不会被干了吧？好，我们直接进入到第二场比赛吧。有很多观众在跟我说，这个不可，这不会不是解冻吧？但应该是解冻啊。如果不是解冻的话，解冻。对，如果不是解冻，我告诉你，你们现在如果有美服的、美服号的，可以跑去美服。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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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解冻肯定来的，因为他在 Skype 上跟我说话的。对对对，哎，不可能，能打到宗师第四名的，你告诉我不是解冻，怎么可能嘛？对啊，宗师前五好吗？飞韩就没有一个人能冒充他。对的对的，你跟我说有个韩国人跑过来冒充他，我也不信呐。哎，我告诉你说真的，解冻现在打到宗师前五还是有点压力的其实。嗯，好，解冻放九弟了。这个就是，哎，但是萨皮也是，哎，萨皮十弟，萨皮是十弟独爆吧，解冻是九弟咬基地。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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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盘就好看，这好玩了，这盘好玩了啊，好玩了。好，沙皮是实地独爆，我感觉是。但这个开局的话，沙皮就很有优势了。对啊，他多一个独爆啊。对啊，他看到你那个，他可以选择。不就直接一波外，我干死你啊，独爆。哎，没独爆哦，偷了两个农民。哦，他又是之前那一招啊，哦，又是一个农民过去，他偷两个农民。哦，沙皮都是这样 ZVZ 开，只要你裸双我就 all in。但是解冻这边好像是九滴提速吧？九滴提速啊，对，九滴提速。这样打的话，我感觉解冻这边应该稍微有点主动，毕竟有提速狗啊。嗯。哎，看到了，没有二矿，你看没有二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这三个农民补下去，然后直接转那个，对吧？我觉得萨比这个整个时间点卡的还是不错的，只要有二矿我就过硬。但说实话，这三个农民补下去啊，说实话解冻直接走毒爆一波。解冻完不知道萨比有没有开二矿，他以为萨比是探路裸双吧？他以为是。对的，尴尬了解冻，不也还有机会，还有机会，看萨比操作。萨比点根管子就好了嘛。嗯。他点不点啊？他可能点个管子，这波打不下来的。他可能想用女王来防守。女王防嘛，也不是不行啊，也不是不行。这解冻好尴尬，这个时候。现在解冻很尴尬啊！哎，这，他为了咬这条狗，自己损失很大呀。感觉有点乱。对，其实这种开局基本上就没得打的开局。哎，我觉得只要现在沙皮只要再点个女王下去，或者再放个管子，这盘就是个稳赢版。对，萨皮现在什么都没做，解冻还有那么啊，他补了一波农民，补了一个是吧？没事没事，啊，看到了，他看到了，看到了，赶紧补了一根管，他看到了，毒包来了，两根管，他只要学会我的仙天女散花也可以。嗯，先点个毒包，哦，操作不错，操作不错，被拴死，这个如果被破农民，哦，操作非常不错哦。哎呀，解冻，好，赢了赢了，这盘肯定赢了。对，解冻这个火气一大，一个毒爆直接撞在那个，直接撞在这个上面，撞在基地上面，再打毛啊！第二根管子也放下。哎呀，我每天都放这个战术的呀，我太了解这个局面了。好了呀，这盘已经不可能输了呀，这盘不可能输了，这种局面不可能输了，农民多四个。农民多四个，科技多一波狗，差不多，狗又比对手要多，卵又比对手要多，怎么打？机器二比零，沙皮出现的，
你敢信杰顿放了个战术没成功？那我们要去美服啊，待会儿。对，去。我应该是哦，对 ，top 去那个美服跟那个打，跟那个 Moreno 的打，你跟他们说一声啊。top 是哪个？我看看。